世界，领略先生风采。欢迎收看总台大型文化节目《大师列传》，我是主持人龙阳，欢迎各位。今天的节目啊，我们要认识这样一位嘉宾，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年逾九旬，依旧精神矍铄，思维敏捷。他以草书见长，弘扬原创精神，坚守义道并进。这些年，他以先锋的书法理论，引领着当代书坛。他是谁？他笔下的书法作品又有着怎样独具魅力的特色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书法界最高荣誉——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登场。欢迎您，沈老，感谢您做客《大师列传》。好。我知道在2021年的四月，在中国美术馆，您办了一次个展，叫做《文道未迟》。为什么您会给这次的展出命名为《文道未迟》呢？孔子有句话叫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早晨知道了道，晚上我死了也可以了。特别重视有句。道义还要进入道，虽然年纪大了，我还要闻道。在您过往这么漫长的书法还有诗作的求索之路上，您最大的一个感悟是什么？我曾经提出过，就是弘扬原创，尊重个性，书内书外义道并进。弘扬原创，有的人一开始就是对于原创两个字不同意。创造就是创造了，是为什么叫原创啊？就是原创里头要有你在内，就是你的作品不管是书法随便什么，要有你个人的一种个性。我想在弘扬原创、尊重个性、书内书外义道并进这16字书法理论的背后，沈先生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1931年9月1日，在江苏江阴的书香门第沈家，一个男婴咕咕落地。孩子的父亲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，自由翱翔，因此取名沈鹏。然而在沈鹏出生后没多久，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突然炸毁南满铁路铁轨，嫁祸中国军队，以此为名炮轰五大营。自此，中华民族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。国难当头，沈鹏的外祖父变卖家产，创办了城南小学。5岁时，沈鹏走进这所学校，开始读书识字。然而他从幼年时就身体虚弱，得过严重的百日咳、麻疹等，常年喝着苦涩的汤药，小小年纪就与病魔斗争，并留下体弱的病根。但是这也激发出紧迫感，让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写字。当时他的父亲沈宇翔在中学担任教导，带着一家人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。然而在战火不断袭扰下，沈宇翔不得不远走上海谋生，并将体弱多病的沈鹏留在外婆身边照料。沈先生，您是从多大开始临帖写毛笔字的？5、6岁就开始了。我写字呢，喜欢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写。人家写字喜欢叠格，我不太喜欢叠格，或者说他有了格了，我有时候经常出框，也不知道什么道理，就是个人的一种自然流露吧。如果让您回忆一下，您最早接触草书是什么时候？您还能想起来吗？是在初中吧，
叫我们岳飞精忠报国这样一个故事，上面有还我河山四个字，好书，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，因为这四个字写得非常的丑，我非常不理解，就这个他这个中间笔法的变化，我用铅笔啊把它临出来啊，铅笔临出来怎么也写不好，我写了几十遍。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和还我河山的四个大字儿，应该说是深深地印进了少年沈鹏的心中，也激发起了他的进步思想。今天在现场我要为大家展示一本杂志，这是一本民国时期的进步刊物《曙光》，而这本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就是沈鹏先生。办这本杂志的时候您当时多大还记得吗？我当时是高中二年级，我父亲经常来往于上海和江阴之间，像那个文萃、观察这些进步的刊物只有从上海才能够买来，看了以后嘛，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，这个曙光这个名字是暗示着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打开杂志第一面的核心位置，沈先生以笔名楚巨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思想自由是文化的源泉。其实关于自由这个概念您是多次提及，您后来通过努力考上了国立中正大学，但是没过多久却选择了退学。一起来看下一个短片。的呢，工作的以外的方式，我就学了一段欧阳询的楷书，我也学了一段柳公权，也学隶书，比如说石门颂。这个古人的东西都要学，但是不要只学一家，颜柳欧赵、苏黄米蔡，要广泛的融合。您看我们普通大众啊，如果也想对草书有更多的了解，能够真的看懂一幅好的草书作品，您能现场带我们识读一番吗？就像我们看那个槐树的自序帖，它从比较小的字逐渐放开再放开啊，一直到最后有个特别大的字，带占据了这个篇幅的上下，带下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字，弓，从前面比较小的字
发展到后面越写越大，完了以后又少一点，他这个就很像那个一首长诗啊，他有起承转合，也想到这个贝多芬的交响乐，这就是一种节奏感啊。那在研习古人的过程中，您觉得得到的最宝贵的古人给到您的智慧是什么？书法家的学养啊，比技术更重要，否则的话嘛，容易被人认为是所谓的书奴。古代的文人讲究诗书画结合，这个三者之间也有相通。比如说你画一张画，你又要上面提一首诗，你提诗的时候你用书法在发挥，那么不就诗书画都有了吗？但最根本的是一个诗啊，诗应该是这一首的这一幅作品的灵魂。所以我知道沈老您是在40岁之后开始大量的发表了诗词，今天也带来了。我大概出版了6-7本吧。嗯。山雨云草，山雨两个字恐怕大家也知道吧。三国时候一个董玉，人家说没有时间，时间哪来啊，他就说晚上是白天的雨，下雨天是晴天的雨，闲的时候是忙的时候的雨，就是一天呢，人要利用这个山雨来从事学问。我们知道沈老自己也写诗词，那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现场您为大家念一首自己的自作诗词呢？一剪梅，一首词，这首词我写的时间大约要接近40年了。一统楼局即大天，出阙苍原便是千田，岁寒霍霍与穷年，富养其间苦乐其间，心愿如何地未偏，不见秋千但见炊烟，门帘无计可催眠，过了冬天又有春天。好啊，一统楼局皆大千，就是我这个在一个小房间里头待着啊，这就是大千世界啦。门铃无计可催眠，客人来门铃多那也好，我就拿它当催眠。过了冬天又有春天，正所谓诗言志，歌咏言啊。诗词为沈先生修炼书法提供了深厚的内功，但是就像他在16字书法理论当中提到的，要书内书外意道并进，那么这个书外功又该向哪里去取得呢？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短片。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沈先生呢也和很多的大家呀有着很频繁的一些交流，像启功先生、林散。谢谢沈老的分享。时间来到1992年，当时已经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副主席的沈先生担任了代主席一职，那算起来您也是直接领导中国书法家协会十多年的时间。在您看来，怎么看书法这个艺术门类它的继承与创新呢？历代的很多书法要临摹，还要再临，还要意临，啊，就要去理会、领会它，用意去领会它，去吸收它。古人的要学，现代的人好的也要学。比如说我吧，我看一个展览，只要是好的，你都要学；不好的，你要用批判的思想来对待，这样来形成自己的面貌。啊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弘扬原创，尊重个性，这是沈老多年的艺术总结和思考。那么在他个人的书法创作生涯当中，又是如何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呢？一起来。书和隶书刚柔相济，摇曳多姿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到鉴赏环节，一起来看第一幅作品。这是杜甫的一首诗《春宿左省》。这首诗的话，它的优点可能就在于比较散落，不是很紧，但是呢整个的气韵呢还是贯通的。那么里头有的比如说万
互动乐这几个字，我得把它小一点，这样有点书面的感觉。要写繁的地方就要写繁，啊，有的地方就要简。第四行跟第二行稍微松一点，又相呼应了。陈老，您给他排篇布局的，还是写之前，其实您脑海中就已经想好了他们的布局。书法家他绝对不会说是，事先把每个字的结果都想好了，然后再来写。没有，要靠灵感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幅作品，这是唐代诗人常见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，这是沈老用隶书写下的。这幅就觉得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。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曲径通为什么松一点了呢？写四个字好像太多，那么到第二行再写的时候还是那么松，那不行，那就要让它这个有一个错落。包括我们看山光月鸟性，潭影空人心，我注意到这个人字非常有特点。人那一道在边上，一直到第二笔，一直到头，这样的话造成一些空灵的感觉。唯闻钟磬音，真好。这是一幅23条屏的草书，能看到诗是鸿篇，字是有力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浩然正气扑面而来。特别想知道沈老，您给这幅作品起了什么名字啊？诗侠客歌，因为我跟诗侠客是都是江阴人，那么我能够写这首长诗的话呢，我觉得主要得益于我去参观了那个地方，就有一种吸收的感受。这当中您最喜欢哪几句啊？我与江阴徐有幸同李济，亮灯青山堂，中心去拜谒。说这个书法家要有君子之风，也要有狂者的这种味道。君子与狂者并存，君子要谦和礼让，书写的时候呢，要有一种狂放之气。谢谢沈老的精彩解读。今天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非常想向沈先生交流请教，我们一同进入到问答环节。来，那位女生。沈老师您好，现在书法作品多种多样，那您是怎么看待那些极具个性的书法？沈老师您好，那您认为书法学习要从娃娃抓起吗？现在也有的学校，小学校就已经这样做了，但是我借用一位 老先生说的，学书法不像学打拳，学书法年纪大了也照样可以学。吴昌硕知道吧？他画画好像从40以后才学的，像在座的这样的年龄完全可以。感谢现场观众的提问，也谢谢沈老精彩的分享交流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沈老，进入到诗说环节。
中国书法大家知道是我们文化的瑰宝，它不仅仅承载着汉字的独特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，可以推到3000多年以前甲骨文演变开始吧，出现了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各种书体，这个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，很多作品都传世之作嘛。发展到近现代，那么我们这个书法更出现了一种繁荣的趋势。日益庞大的书法家队伍里面，我们看到有的书法家写字会写错字，那么这是一个文化素养的问题。历史上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都是文学家，王羲之嘛，《兰亭序》被称为千古的名篇嘛，一个是书法嘛，另外他这个文章也很好，所以书法家的学养啊比技术更重要。古人讲书心画也，书法就是心灵的轨迹，讲诗呢，诗言志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一种认识，一种观念，在书美当中看到诗的美，从心画当中听到了心声，诗书何必呢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诗意从哪里来，那么刚才说还要有生活，所以作为我们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，要走进实践的深处，要关照人民的生活，表达人民的心声，用心用情来书写我们这个社会，描写社会人民，歌唱社会人民。谢谢沈老的诗说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，认识这样一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。他是一位书法家，同时也是一位胸怀赤子之心的诗人。他诗书并进，诗书合璧，用书法为人民书写，为人民抒情，为人民抒怀。我们也再次祝愿沈老身体健康，再造经典。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和底气相信，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，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。再次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的大师列传，我们最后全体起立，把掌声送给沈鹏先生，谢谢您，感谢做客大师列传，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，再会。